大家好，我是 IM 的芳芳老师。圣诞节要到了，我想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Merry Christmas。也感谢大家对 IM 的支持，希望你们在这里的学习开心、快乐，越来越棒。大家好，我是 IM 的芊芊老师。圣诞节快到了，我在这儿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Merry Christmas！ 希望大家天天开心，能够收到好多好多的圣诞节礼物。圣诞节快乐 ，Merry Christmas！ Hello， 大家好，我是 Instant Mandarin 的老师 Diana。圣诞节快要到了，我在这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Merry Christmas！你好，我是 Eastern Mandarin 的老师桑思琪。圣诞节快到了，我在这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Merry Christmas！ 希望你们的汉语越来越好。我是 Eastern Mandarin 的琪琪老师 ，Happy Christmas！ 圣诞节快乐，平安夜记得吃苹果哦，祝你平平安安，圣诞节快快乐乐。大家好，我是 IM 的老师 Lisa。 圣诞节快到了，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Merry Christmas。 Hello， 大家好，我是 IM 的汉语老师香维亚。圣诞节快到了，我在这里祝大家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大家好，我是 IM 的老师王新宇。圣诞节快到了，我在这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Merry Christmas。Hello， 大家好，我是即时汉语的老师郑笑莹。圣诞节快到了，在这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Merry Christmas。Hello， 大家好，我是即时汉语的郭青老师。圣诞节快要到了，在这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是 Rice 老师，还有我们的小狮子莱恩。那圣诞节就要到了，那老师在这里祝大家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周期里中文越说越好，好吗？那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Merry Christmas！ 大家好，我是 IM 的老师，圣诞节快到了，在这里祝大家圣诞快乐。Merry Christmas！ 嗨，我是 IM 的老师 Chelsea 杨。圣诞节快到了，我在这里祝大家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